们是郭靖的歌迷没错吧？好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，Hello 北流的大家，你们好吗？哇，开了灯，让我好好仔细看看你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张脸，因为今天我们又要一起共度跟共创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夜晚。然后，有人今天是第一次听郭靖唱歌的吗？还是有了，还是有。好，跟你们报告一下，因为我刚刚有点吓到，是因为其实我的歌迷都有一点这个冷静的体质，但是刚刚似乎有一点热情，还能再更热情吗？嗯，好像只能到这边了吼。OK 的，因为平常有做一些机会教育，想说大家偶尔还是可以热情一下，不要搞得像那个图书馆的读书会就好了。对，然后但是因为毕竟我是抒情歌手嘛，所以其实要你们一直这样不停的尖叫也是有点为难你们。那今天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名称叫《喂你在干嘛》，这个名称其实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，科技的发达，已经很少人拿起家用电话或是手机来拨一通电话，这个几率真的是非常低，甚至连我自己家里都没有家用电话了。那大家呢都很依赖这个社群的软体，比如说上传一张照片啊，或是 po 自己的动态啊，跟自己家人朋友之间呢也都用这个打字来联系彼此。那其实有时候文字的传递，你很难看出那个情绪的起伏，或者是对方在发这个讯息时候的脸部表情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许有时候就不小心误解了对方的表达的这个语义。那文字的温度一定比不上声音的温暖。那这一次用文影在干嘛呢？就有点像是朋友跟家人之间用电话，然后相约彼此，我们今天约在这边见面，然后也很感谢你们都来赴约了，谢谢你们大家。这通电话打得非常的值得。